辛苦的老师照顾了你一千多天，现在呢，我们要用掌声来欢迎我们劳苦功高的老师出场，用你的眼睛仔细的看，小珍还有那边，好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劳苦功高的老师 ，Hello。 从猫熊出去，懂得感恩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用餐，也在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念一个感恩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念一句，我们大声一起念一句哦。感谢上天和太阳，感谢上天和太阳，感谢大地和泥土，感谢大地和泥土，感谢地球和空气。 感谢爸妈和老师，让我有这么美好的生活，让我有这么美好的生活，爱护地球，爱护地球，珍惜资源，有爱朋友。 试炼。